有生日祝福环节吗？有人有生日祝福吗？你有吗？没有。啊，那你问什么？ No。 那我们选 MC 话题吧。谁的自我介绍？你的呀。自我介绍啊。I want you money money money。 大家好，我是明婷。前辈TMS2 的吕一口口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思前辈的生日公演。谢谢，谢谢，哦，谢谢。你看下面他们这些人烦不烦？自我介绍，谁呀？钱美婷，你都知道钱美婷啊？自我介绍。来吧，我们我以为你一直在来着。来，我们来选个 MC 话题。MC， 大谁？大谁呀？谁呀？谁在敲打我窗？这是。姐。选哪个呀？你们拉歌呢？歌吗？你就三是吗？三还是四？都可以。好的。你们呢？你想选哪个 MC 话题？我想选你。好了。这样啊，你心里想的就是我心里想的。那我觉得你要选你呢俊俊？什么？我听不见了。我也不知道，你们选吧。那三四都可以吧，就是自己试试。今天的 MC 已经到此结束。因为行干混着说吧，混着说吧。三四呼声最高。三四好，是三还是四呢？应该这样混合吧，说把那个迷之歌曲然后变成一个舞，最魔性的舞，最魔性的舞。妈呀，这个也太难了。好，从谁开始说？从你吧。从谁开始啊？我觉得不能按照以往的惯例了，要从中间往外面开。对啊。对，大C。哎，你看大观众感受到你的人气了吗？我的人气太高了，太高都嗨。大 C 身为我们的舞王，哎，我们本来选的，我们本来选的三和四，然后大 C 一下就变到了四，就变四了。然后是五阿哥，然后模仿一下你看过的最有魔性的舞蹈，可以加入自己的动作。大 C 的舞蹈各个魔性，然后还要串联。还要串联我们那个就是那什么迷之歌曲是吗？你可以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的。我最近反复就是放的，你知道是什么歌吗？就是放了最多次数的。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这里有的哒哒哒，我不记得你流淌着知识的海洋，面对面同学们畅谈理想。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导演给我们下了个任务，还记得吗？哦，要用二倍速唱这首歌，对，然后到时候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就是我们二倍速背对北对北背，对你在干嘛？对嘴型的时候，然后后面的人就可以就是放回一倍速，后面的人就是慢动作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就是这种会拍出来很好看，就是时光流逝的感觉。对，时光流逝。对，然后就背的特别难受。然后就那一晚上一直在那里脑子里重复草原是梦的开始的地方，哪里流淌的知识的海洋，前面见同学们长谈理想，获取知识有了力量。然后一直脑子里一直在回放这个你知道吧。然后要不就是背错，然后他那个词特别难，什么肩并肩奔跑是吧，我老是唱成面对面奔跑在走廊上。老是面对面难。然后那个舞蹈更不要讲了，因为我们实在太仓促了，刚得到就是通知就要去拍了，于是我们就套用了一首歌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？对，对，就是 Roma 假日 ，Roma Hospital， 啊，不是，Sorry，Roma Holiday。Yeah. 你刚才说出了一种印度语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呢，这首然后罗马假日又是快的，就这首歌特就男人嘛，就为男人，你知道吧？又是快的，然后又我，但是配上这个音乐，它是慢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们做动作就很艰难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样嘛，他现在是，校园是梦想开始。不是副歌，哦，这就是啊，你们唱一下，我来跳一下。五六七。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。等一下，重新来，我需要感觉。王要上，王要求很高的。来吧，五六七八。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，自由飞翔。我以为你把鸡给掰了。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。自由飞翔，自由飞翔，就是要卡到每个点，特别好。对，我觉得 freestyle 本来是这样的，是什么样的？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啊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我总觉得飞翔应该是这样的感觉。对，加入自己的动作。你那是鸵鸟飞翔。来吧，一起。自由飞翔。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散发着迷人的芳香，肩并肩奔跑在绿荫场上，相聚一起欢聚一堂。校园是梦想开始的。控台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把你送到 hospital 去了。好了，下面小钱。我也觉得最魔性的舞就刚才就跳过了，就是刚才那个冒险乐园里面，你们后面有一排一直跳的那个，那个好喜欢。是这样的，时间是这样的，摸屁，这个动作的原则是摸屁股、摸大腿，爱心、爱心、爱心、爱心。然后我就一直感觉像是那种说多喝热水，超动感，很棒。然后我当时，而且你们跳那段的时候，我是不用跳这一段的。然后我每次看到你们跳这段的时候，我都脑海里都有一个 GIF， 就是你们后面一排多喝热水，天气冷了什么的，很高级，就是感觉很魔性。啊，小爱呢？啊，我还没有想到。哎，下一个，真假你呢？我觉得我看过最魔性的舞就是，这啥呀？大西，那张动图还在吗？你居然跳错！作为舞王，前一届舞王，前一届听到没有？前一届谁？米，就是大西已经 out 了。现在是这是最新的舞。对、啊、其实我现在觉得最新的就是丹妮跳高位的时候，拿着那个棒子，像弹簧一样甩。是你知道为什么？
吗？因为那棒子真的很重，每次要起这个份儿的时候，一定要这样子，这样晃两下。而且我脖子是真的不受控制，我每次很想把它这样支着，但是它总是要这样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哎呀，我觉得还有很对，还有个很魔性的是那个大 C 的那个 unit， 然后他跟毛毛两个人跳到那个凳子，然后他那个镜头拍出来，他和毛毛两个人很画风很不一样。我先学一下我，这是毛毛。然后学一下大 C， 而且大 C 这么一下都很重，每次我都想大 C， 你这样唱歌不累吗？不是，我学的是一个弱智，我学。你知道吗？我学的是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名人，范伟，卖拐，来自前任舞王的嫉妒，对，嫉妒挑衅，来，到我了，到你了。我也想起那个，四十八区里面有个动作，我一直都把那个动作称为亚瑟的一个动作，就是你这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哎，这个地方怎么跳来着？前面是什么动作？哪个地方？就是那个。是一个这样的动作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一个很酷的动作，真的很像亚瑟，就是每次到这儿就，对，然后其实本来这个动作要做成这种，但是并没有几个人做成这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真的很酷。你是在意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们不认真跳吗？没有，是因为这动作太亚瑟，如果做的特别好，就是真亚瑟。对，然后袁以真呢？别我。我还记得，真的，我觉得世界上最魔性的动作就是，在很多年前，我和温温一起跳那个炸鸡舞，就这个很魔性呀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你跳的啥不怪？你知道你跳冒险乐园的时候，你自己脖子冻成啥样吗？我知道，我哪首歌脖子不动的？你就说。哎，这个时候知道脖子短一点好吧？啊，知道了。是吧，大森，我第一次特别羡慕你的脖子。对啊，长成你这样脖子就 out of control 了。六六六六六，太酷了，可以的。就是刚刚都在说公演，我就想到之前我们排练新公演的时候，不是破茧里边，就是排破茧的那个老舞蹈老师也很好笑，他被自己逗笑，然后就中间不是有一坨我们是这样轮流嘛，他就说是兔斯基，对，然后呢，本来我觉得没有很好笑，但是因为那个老师每次我们做这个动作，啊，兔斯基来了，对，就很兴奋，我觉得这个，然后还有一个很魔性的动作就是刚刚跳的换里边，就是全都为我倾倒这个动作，嗯，因为我做的很丑，因为我看一下有多丑，就是。因为他要转两下头嘛，狗狗手指头握紧刀，对，因为那个动作其实大家都是狗狗手指头全都为我，大家看起来都很美嘛，对，其实这个动作本身狗狗手指，对对，原本就是本来是这样的，对，有一天我看了公演发现没有几个人这样做，然后看了一眼我自己，哦，我天，太丑了，从此以后再也没甩过两次。完蛋了，我一直都甩两次。小爱来一个，我看看你。我都丑了这么久了。对，小爱每次都甩得特别猛。对，我觉得小爱特别适合甩头啥。干嘛？因为猴子变了吗？狗狗手指头。说实话，蛮羡慕的。甩得这么好看，因为我根本就甩不了这个地方。大转不了两圈，能转一圈吗？但是教你们一个诀窍，就是我现在学许佳琪跳，他会跳得很好看，他不是甩头，他是这样。他带肩是吗？对，就仿佛你这样看起来特别像卡壳，你知道吗？打不死你。那边雪武哲啊，武哲，我也想不起有什么魔性的舞蹈哎。No。如果要说的话，我觉得大 C， 我的微信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动图里面有好多是你的，特别是打拳的那个。对，就是打拳那个大 C， 再来一下。哎，我都没看过打拳，我要看一下你打拳。特别魔性，挺漂亮的呀，我看一下多漂亮。特别特
你动图不是这样的。对，你动图不这样的。动图不是这样的。动图是这样。做不出来了。你这个动作跟韩燕那个动作有点像呢。啊，对。你们指导我好几遍，就是怎么抖的。其实我的表情包里还有一个我特别爱用的，就是那个大哥他们有一个舞是什么来着？这样，然后就、来呀，快过来！那个黑天鹅。对，这都太好笑了。还有谁吗？谁？就是前段时间前几天在学那个第四首歌《Drop It》。Drop It 啊 ，Drop It 的时候，你的非常好，绝了。然后就是那个，这世界那么多的那么多的虚伪面孔。哦，对啊，那里也是。大，你怎么做了个猴子一样？然后还有那个星星一样。你知道我今天在徐艺人旁边我都跳错了，我有一段站在那儿不敢动，因为我教他的时候我也很难过，我跟他说把就是中段的腰放松点，他把这个背靠着，我说你把这儿松点好不好，他把背这儿勾着，哎呀我是真的不行了，受不了。然后我觉得你那个动作其实毛毛做的很好看，就是那个，对，毛毛来吧。哦，你看到没有，还少了一个，还少了松打虎那个，还少了一个。哎，完了，这是个纠错的地方。哎，这个怎么跳来着？武松打虎。还有个手。完了，小爱老师。哎，同步哎，不错。得到了陈老师的表扬。我最棒！我突然还想的有一个，我们这是哪首歌来着？这个战歌，对，这个有一个特别像投降的动作，投降，对啊。特别像投降，不觉得吗？笑得像棒棒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看你们做一遍，你们就做这个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有请第二组。不行，小爱耍猴。不像，我觉得挺像的，来。好了，我们给他投个响。行了，我们一起给他投个响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。还有哥们儿。愉快吗？都上了呀。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组小伙伴了。耶、yeah. yeah.。